神一杠二，这什么情况？最后一个肯定是车呀，还用看吗？刚才输在将六平五，如果走士七退六，我觉得还有机会。这肯定准备举报了。啊，身旁上午直播吗？把那个微信小程序关了就能播了，同时开太多，其实这分。这种高手不敢说他水平一般。本来想配外星人电脑来的，已经都想买了，后来一想还是。太沉啊，背着跑来跑去的太沉，就放弃了。赵海涛是谁呀？台式机我倒也有，在家呢。什么意思？这也不能不变作和呀，没有意义嘛，赶紧，对，这都是棋谱喽。2公斤电脑，你想太多了吧？你想的太简单了。5公斤是起码的啊，而且背没事儿，背不怕沉，关键你要拿进拿出就很繁琐。那真2公斤，我成天拿着的小陀螺滴滴噔噔的，我都不怕。这个棋很少下啊，
那些10斤不是很正常吗？5到8什么意思？这棋应该黑的能下啊，好像是走 G8，各种变化，G8进1，进2，进3都有。什么？然后他再炮8进1，这路变化老变化了。然后什么炮8进1，7进9，再G8进2啊，反正挺纠结的。都能下吧，黑的应该也可以。然后 G1 平9，它有一个什么马四退二，先马7进9，G2平3，它 G8 进2，应该被托普吧？你看他马四退二，然后他马二退四啊，护住底线。他感觉这个棋黑方是可以下的，比方说，感谢李四兄的高能预警。比方说，我这个棋走一个 G9 退二怎么样？他肯定躲开。不过我印象里应该是先走马7进9，再 G8 进二。他现在这样的话，当然也行吧，可能也。先将，让他马二退四是吗？但我感觉马二退四了，将他马四进五快也不齐啊。不用先将吧？将如果他下士的话，我肯定退车对车就便宜了。他是准备马二退四，我那个车也不能一直放在底下去牵着他那个马呀。现在对一下，他肯定要让啊，往哪让啊？马七退五，马七退五砍了就和棋了。想赢有招吗？这棋砍了是吻合，是吧？好像也没什么赢棋，砍了算了，和棋。三个卒保留两个，一点问题没有。你走别的，他将来炮八退二，你可能你卒六进一，他马二退四，将来这个你卒肯定管不住他这个马。神二是吧？对方神二太厉害了，所以我们把它砍掉，这就随便走了。捉跳吃跳。应该也没什么用，捉就和，和棋，走了个谱啊，举报一下，就冲他神一杠二也得举报一下。先离开一下，不然的话，总那个顺马上开始的话，容易匹配到一个对手。这是谁？9杠1，是不是有机会？跳边马，来一炮。
拐角，准备马六进四吗？924上不去了，现在923那天上去稳住之后，最近运气不太好，运气不太好，我们就得蛰伏一下啊。运气不好不能猛冲猛打，这个街棋还是很看运气的。我去，2进1，怪招，肯定是不臭棋啊。这棋怎么走啊？可以考虑马六进四，不让他炮打出来。虽然我跳进去也不一定踩炮，但也可以踩了，就让他难受。拱卒，各种下法应该都行，嗯。嗯，9000多分什么意思？这么猛吗？听不懂啊，哪来的9000多分？接起9000多分，924是多少分啊？1万分吗？哦，1万是924，我那肯定没，看来没少下呀。那厉害，9000多分都不敢想啊！好像没啥优势呢。他这个龟壳阵，我现在没有打击到对方的要害啊。只能打了算了。没有致命打击啊。9平8也行，考虑。算了，9平8的车8进5吧，我觉得这个马还是要支援一下。车2进7，他炮让开，你也不能踩象吧？车8进5，那卒3进1，我就踩炮打一将，拱卒送一下，我就车吃。好像也问题不大。9000多分太厉害了，我现在1000多分，1600，刚刚过，差了好几倍啊，这是。
真送啊！吃了他想干嘛呀？穿上新衣，平六比较正常啊。我现在没搞懂，平六他不是，还是平六吧？感觉平六比较有先生。现在的泡酒瓶六啊，打狙的泡七瓶六意思不大啊，或者马三进五也可以。车二进七，他炮让开，这个马没路了。踩掉炮九平六也是一个思路啊。克对方龟壳阵守的不错。这就是对方下的很好啊，打了，优势是优势啊，但是没有想象优势那么大。举报倒不至于啊。优势还是比较明显。去七退二，将一军呢？那兵五级，这样不行啊！我知道他走了，刚才在，就是刚才那个车轮战的事儿，我回个信息。这样马五进六跳进去就赢了，还是跌跌撞撞攻破了对方的龟壳阵呢？进将炮不要了，当然他不进将，我车四平五他也不行。
狙击进三，兵起平六，这个兵也慢慢游过去了。参加职业比赛，回头我试试吧。等今天联赛恢复了，我去试试，挑战一下。平六进一，那车七平二，我就再平六进一啊。车七平四呢，我就可以考虑兵九进一，或者车四退二都行啊，都可以。这叫什么？其实车四退二更为的容易理解啊。兵九进一就比较飘忽一些，剑走偏锋。这车四平八，送他走。哎呦，操，真臭！马一进三上来，应该下兵的，本来想下兵，后来以为车四平八可以得子啊，糊涂了。不过也赢了。刚才兵九进一最直观的，他就不行了，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棋为什么还不认输。兵九平八，亮出炮路啊！三个卒有什么用？都快连杀了吧？快将死了！炮将。炮子已经，不会马三退四吧？马三退二，我踩象吃光了。马三退四。我就将吃马，最简单啊，不是呢也行，反正怎么都是赢啊，这样是最快的，是让他杀士就杀士吧，我这边先绝杀啊。他这个棋就应该认输了。还真的呀，我感觉快升级了，再碰上点这个虾兵蟹将，我就快升级了。碰上软件丝丝顶和啊，就是神一以上的丝丝顶和，争取顶和。有的自己一手软，还有可能让我偷袭一下，就不敢开那种。碰上九杠一就下手，下手捏他。碰上九杠一不捏就没有能捏的了。
我好像是不是说的不太对？就刚才不应该说成虾兵蟹将。这些好像开局不太满意啊。好像稍亏一点。9-7打，怕都不会怕，但好像我在想这个G8-4敢不敢？G8-4的城中兵，对车是常规的下法，马7-8，他车4-3打过去飞象，应该也能下吧？哎。马7-8怎么不会走车4-3吗？车4-2打车点下来下士，不变做和。车4-3我打了，我看到一路还不错的发展方向，我有一个马8-6的好棋。感觉这盘棋对方不太像软件，这又一个假的神医啊！啊？这样应该黑方形势不错了啊！而且现在我这个马，说实话都不一定非得动，炮2进4。就算了吧，还是踩回来吧。马坐地如飞快啊，感觉粉仙了。看来这是自己下的，没开软。卒3进1再拱，这对方很难走。对，这个是纯人在，我普通话又错了，应该是的卢是吗？这步车6进3还是下的不错，进马的兵5进1，没有时间了，知道是地主，开玩笑的，看，炮2进4他压我。忽然感觉这个棋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呀、先点上去再说吧。哎呀，还不那么简单。
那这个钱，哎，有没有马三退五？马三退五的巨资进一不行，马五进七，我破二平三倒没事。先平车看住，平车看住，他车走开，进车还是平车？飞象它也车四进二，还不一定。马三进五的车四退二没用的，平车吧，还是车一平三吧。应该是不会输啊，棋肯定是感觉是不会输。马三进二，他马五进七，你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？车六进。现在准备马踩，是可以考虑炮二退一呀、啊。马三退一就太平淡了，炮二退一他车吃，跳马对，吃了象拱兵，也只能炮二退一了啊，也不能想着棋怎么赢啊，先立于不败吧。好八平七，对方跟我纠缠起来了。卒五进一，没什么用，好像。卒进一吃回去，挡一将。卒五进他是不是给我踩了？不知道，拱，感觉就得拱。车七退二，炮二平我打将。好像形势又好了。马跳开呗，马跳哪儿应该都反先。马三进四，马三进二。感觉马三进二吧，马三退一都行，随便。他也不可能车七平八吧？车七平八，我车三平四，他没有用。马三进五也是一个路啊，但马三进五他可能换车之后再车四进一，感觉没意思了。这样车三平四，他不要完蛋吗？马三退四也行，
感觉居3平4最好吧。哎呀，看来真的是人在下。刚才走了几步好棋，现在这一步马上进四，快给他蹬死了。只能去八退二。打中士，是不是就很难下？车四退四，猥琐防御。对方防御的这个功夫倒是不错啊，对，走贼快。马三进我感觉没什么用啊。打中士，他车四退四。有点看不清而且，算了，换了。啊？应该怎么走？没看到赢棋呀，刚才。瞎走可能要输，打了退一，那弃子我感觉没把握。哦，你这个双马不一定杀得进，这样是肯定不会输的，好一些。嗯，这样就有打中士了，待会儿。这棋赢了，这样打中士厉害，他也不敢试，试了车砍，只能进将。啊，对，说一下直播的时间啊，我们今天直播完之后，我们。下次直播时间初步定在8月11号啊，就是过一周。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车点将？他应该不敢用帅吃，只能退底车。卡住了吗？先炮五平一，他也守不住了。感觉先炮五平一更好吧。又卡了，靠！今天网不行，今天怎么了？再说一遍，8月11号啊，8月11号，车8平4结束吧。卡了，这干嘛？怎么了呢？现在好了，是不是有人写？现在行了吗？行了，我再重说一遍。啊，8月11号啊，8月11号晚上，我感觉有人在做不好的事情。